要去注意嘛，去研究。以逻辑来讲，一个花心的男生适不适合从事灭顶？一个很会劈腿的男生适不适合从事灭顶？以逻辑来讲，很适合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时间的控制者，当劈腿，他要很会在意时间。他如果一个很会金屋藏娇的人，就很适合做风水，因为你看那个地点，他懂得掌握空间。所以自己要睡在这一档十五宫，为了成为最厉害的高手，你要掌握时间，要掌握空间。那个取六气不能喝水，雷什么？那现在都已经分开了，有点连那个抱需求的那个。那个就是功力不够嘛，只能一段时间嘛。只能捏橘子。捏橘子不好的印象嘛，因为有感冒嘛，就是象征被牺牲嘛。因为中元节猪牛羊，可是什么生肖感冒。Yes. 对啊，他最后不是都被那些女生把他牺牲掉，所以就不好。哦，那生子辰如果是辰跟生呢，一样啊，它会带来雨水给他嘛。可是它是风哎，它是凹洞哎，所以它管得动它吗？管不动，这个叫风行草偃嘛。看嘛，眼光不了解啊。我的武功这叫风神鬼来，就是其中一只。我就是等下叫风雨。所以庚辰日的人怕老婆。庚辰是怎么样？庚辰嘛，因为他丙申嘛。庚辰日的人。假设这是男生啊，因为他会被乙庚合，他被合入辰。平常庚金遇到辰是不怕，不过庚辰是不一样。这个到时候易经的卦象会解释。会怕老婆吗？怕老婆庚辰。庚辰该如何？乙庚，因为它里面有戊乙火，所以其实你们如果想要研究朴素论，如果你要研究元素五行，那你要把地支的长干三个长干都分析了透彻。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老师的名字叫子辰啊，三星的，然后他没有写生，后来我看了他的影片才发现，他好像就少了一只手，因为有损，就是生子辰三个有损，所以他好像叫子辰。生对辰哦，一生对辰就是，假设这是男生，这是女生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根本不管你，我把你放在家里。我这风一样的男子，我出去漂泊，但是我钱会不会按时交的？我会生水给你嘛？啊，但是你卖惯我嘛？你看哦，以他的对应，如果用传统的五行，他叫什么？它是叫乙土生金嘛，它是它的印嘛。感情最好不要遇到印啊，查甫人的是女朋友、太太，不是跟妈妈，妈妈已经有啊，听得懂那个概念吗？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啊，女生也不要爸爸，
真正能够让感情好的，其实也是陈友和的逻辑。什么叫陈友和的逻辑？陈是水库，对公是沼泽，拢得水水有干净的有脏的混在一起，所以感情要好，要同流合污。什么叫同流合污？我生电动，你就陪我生电动；你看韩剧，我就陪你看韩剧嘛。这叫同流合污嘛？感情要好的是，你在看啥我嘛要看，你在生啥我嘛要生。不是做妈妈，大家你阿公你阿妈扎出来，目睭会歹，看会歹呢。这个就叫做妈妈还是做爸爸嘛？所以这个就会有它的现象，因为它是硬心。你刚刚讲卖口罩嘛，我出来生意都无水呢。所以我说过，这个字是不是有觉得嫁错了或娶错了的含义？听得懂这种概念吗？他为什么再一次？因为第一次误判，所以陈友会有再一次的意思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它比较不一样的，其实我的特殊的地方就是三合会不见一个元素，这个论起来也蛮深的。那第二组呢？第二组是什么？再是乙猫。我们说寅是本气是什么？甲木，甲木喜欢太阳留下的能量叫丁火，它可以帮助它成长茁壮。甲木喜欢丁火，然后最后种在高山上，有成就。啊，所以有成就以后就不需要来一个。就不需要丁嘛，所以就五就会被牺牲掉。所以有些命盘会觉得，哎，里面有五啊，五是他的什么？例如说五是他的十三，结果为什么没有小？因为他有三个的组合，就死掉。就被利用光了。那我们讲虚是火库嘛，所以如果它两个的组合呢，也是损嘛。火太阳能量遇到虚，太阳一下山，能量马上就变小，所以它还是会有一点能量。那是不大的嘛，因为它里面藏了什么？什么？它为什么叫烂掉的果实？你看它有心，然后有火在烤这个果实，所以难免会熟透了。那虚会是斜坡嘛，或者是转入口转的？所以我之前有一个。那是一个医生，他八字有虚跟亥，也就是说你住在地下道口嘛，他就说他是住在那个土的地下道出来啊，这、就是虚亥的特质。那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朋友一样，他生出来就从山坡这样掉下来，这像不像地下道的像？水是路。我们讲水路，水路。为什么我们学风水要讲水路？我小时候问过我爸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学你老师，水会长，水会长。我爸不是这样回答我，我爸说，因为都得用小力量嘛，跟你说用形容的名字。
看不够嘛，你要看路的高低什么，你不会看，所以他就假装这里有水。我的好想象，他们说很多时候要设计很多东西，要不然门的对角千万总是财位。想象他会停在那边啊，聚财。他为什么会停在那边？不透。啊？就是不透啊。它有很多种逻辑，例如说，客厅是我们的身体的哪一部分？如果这里是新棉家，要让你配家，大部分是厨房，这是北宋，房间嘛。那财位在客厅，有的人认为 OK 吗？列到起北家，方位。所以你通常都会放哪里？放口袋。如果你要包包，所以通常财位应该是房间或者是厕所。所以有一派的风水老师，他看风水很简单，他只要去你家，他一定先看风水，看厕所。那老师很有趣，就是每个月去他家，他都在挖嘛，去各位爱回家，去各位。但是他断事情。他的绝招就是一去先看厕所，他只要你厕所不 OK， 那么你家财运不好。因为他的逻辑就是，紧到可以看你天天，紧是看你到地下，看到地下我跟你这个本说，气生殖器官嘛，有可能是房间或是本说。那本的对角线是在那，李老师讲对哦。话就是说，那个是我们这种很笨，就是那他说你们要想象这都是水嘛，水龙嘛，所以门一开，汗水就往这里流嘛。所以现在的房子不会有财位嘛？因为现在的房子都按内亏嘛，对不对？按内亏嘛。啊，如果他要做拉门，肯定得被害嘛。听得懂这种概念？所以这又牵扯到他的方向是，一般人现在很难门这样开嘛，因为他占的空间又不好看。他一定是这样开，这样开，大概是不是点会在这附近？所以他们喊起来。所以他的财位就不会在对角线，这是行家或者行医的逻辑。是爸爸教的。爸爸教的。爸爸没有很明显跟我讲，我后来他讲的水法又才想透。虚跟隐呢，这个就是正配嘛。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叫正位，就甲木本就要在山上，所以他假设这是男生，这是女生，他嫁给他，他有压力，但是他娶到旺夫的老婆，因为他毕竟克他嘛，我种在山上是压着你嘛。如果他是男生呢？抓到人员枪了，我先问大象。他真的是大象嘛？虚金的女人是大象吗？对啊，大象嘛。他引冒这中医的是木马，植物重地，天管嘛。假戏戏的，他等什么？功成名就嘛。
所以你往大象老师一下都一样。而如果反过来呢？反过来，如果这是男生呢？这是女生呢？伊嘛是娶到某以后，哇，他就功成名就嘛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哥哥，他哥跟我同年纪的，刚招一过来。这是山嘛，这是海嘛，他查生你家里面会进来海回来，你就好过嘛。所以他很可惜，可惜医学院毕业到现在证照考不到。你看跟我同年纪已经四十几岁，换一科不一改了，那他科是科别别差一分啊，一分啊。妈妈又帮他请家教，多用心，科别别。他很辛苦，我觉得他也活得不快乐。因为这个叫漂洋过海嘛，外岸比较呢，岸边比较，彼岸比较，就这样心中就要把我挪到到彼岸，就不容易。那他要跑到那一张，那一张是什么印嘛？可是如果跑到以后，他就有弯嘛。有事业，如果他的关心过不来，还能调节概念。虽然他命中有官，哦，所以就刚刚一种客人，很可惜，眼看就要功成名就，不过眼看。这一组也算简单，也算不简单。